同学好，欢迎你们来到这个环设系的一个大家庭。我是系主任陈信奇。那大家看到这个系名环境与防灾设计，感觉上好像有点长。那至于什么叫环境呢？环境基本上我们包括自然还有以及人为的一个环境。自然环境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山，有很多的水。人为环境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房子还有公共设施。那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呢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其实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人要活的一个安全。除了安全的一个前提以外呢，我们所的一个诉求呢，就是一个生态自然环境的一个保育。那这两个都有了以后呢，我们其实是要求是一个什么质的一个提升。我们辛苦的工作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希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绿地公园，我们可以做一些休闲，可以安心的爬爬山玩玩水。这个就是我们环设系所一直强调我们的一个核心呢是什么？我们是整合防灾、生态还有景观，这是我们系的一个核心。环设系所一直所强调它的课程呢是一个体验式的，而且实作性的一个课程。我们利用呢这个空白机，那进行呢。老师们在计划上进行了有关这个梅花鹿族群的一个调查。系上的一些特色课程以外呢，我们也一直强调呢，寒暑假定期的一个国际交流，让学生呢有机会去体验呢，国际的一个生活，还有他的一个文化。去年呢，我们也带着同学到澳洲 Griffith 大学去住在他们这个寄宿家庭，甚至呢，到校园里去上课。再过几天呢，我们有老师呢带着同学呢要到日本早稻田，去那边去做国际游学的一个活动。那我们到时候会去参观几个，比如说像安藤忠雄啊，他们那个建筑大师的一个作品。我们过去毕业的一个同学里面呢，大概有70%的一个同学呢，都可以顺利呢考取国内国立大学的一个研究所。同学毕业以后呢，也都可以很顺利的找到呢一些工作。那目前很多同学呢都任职于土木工程、水土保持、景观等相关，甚至生态等相关的一个领域。伙伴环设呢是一个很融洽的一个大家庭，我们师生相处非常的一个愉快，也欢迎呢大家呢一起呢来到这里，跟我们一起呢实现梦想，也祝福各位呢未来的4年能够生活得非常的一个顺利、愉快而且充实。